叔叔还有吃的。叔叔给你掰一块吧，知道好吃的，好吃你就接着吃啊。我不知道，你试一试。美国米花糖，我先试试，掰一块。这是米花糖吗？中国不一样，但是蛮好吃的。No. 叔叔有个儿子，有个女儿，一个比你大了，多大了？十岁。今年十岁。十岁，对。叔叔的两个小孩都比你大，但都没事。太萌了，杨丽，这么好的机会。
我感觉好像是硬的。啊！被吓死了，最后一个球。
运过去，好吧？你爸跟我要的饼，昨天吃的饼。当然了。脚都错了，你怎么左脚上去了？左脚是对的。怎么左脚是对的？那个时候左脚不是对的。Thank you.
棒球。太惨了。站好之前，我不知道是要发长的发短。